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会为大家介绍 Panasonic 嘅六款 Power Tool 充电式电动工具。首先，第一款要介绍嘅 Power Tool 就系呢一个 Panasonic 嘅充电式电钻，佢嘅178毫米机身非常轻巧，容易使用。第二样要介绍嘅 Panasonic Power Tool 就系呢一个充电式螺丝批啦。呢一个充电式螺丝批有1/4寸嘅六角形卡模，佢有自动关闭嘅离合器同埋21段阻力设置。另外，佢都系有一个符合国际标准 IP56 嘅防水防尘设计。佢嘅机身亦都系可以调节嘅，方便调节成唔同角度喺唔同场合地方使用。第三样要介绍嘅 Panasonic Power Tool 就系呢一个电取钻。呢一部机有双功能，可以当作电取钻或者电批量用都得，而且佢有5段转速同埋阻力调控。佢嘅 T 型设计更加提升咗使用上嘅平衡感。另外，佢都有国际标准嘅 IP56 防水防尘认证。第四样要介绍嘅 Panasonic Power Tool 就系呢一个充电式嘅电动把手啦。佢嘅电子触控同埋摩打制动就令启用同埋制动更加精准啦。新嘅锤击装置设计更加提升咗持久力同埋耐用性，而且佢都有国际认可嘅 IP56 防水防尘标准。第五样要介绍嘅 Panasonic Power Tool 就系呢一个充电式角磨器啦。呢一个角磨器可以使用125毫米直径嘅介碟，而佢嘅无负载转速更加可以高达每分钟10000转咁高噶。佢亦都有符合国际标准 IP56 嘅防水防尘设计。最后一样要介绍嘅 Panasonic Power Tool 就系呢一个充电式曲线锯啦。呢一个充电锯有4段摇摆式速度，配合唔同嘅锯片，可以精准切割唔同嘅材质。另外，佢嘅自动平衡装置更加可以减低震荡。而呢一个曲线锯，佢亦都有国际认可嘅 IP56 防水防尘标准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6款 Panasonic 嘅 Power Tool 充电式电动工具啦，拜拜。